我最近常常听到肠道健康的议题，我在新闻和社群网站都看过，我的朋友们也会讨论，比如康普茶、各式各样的产品。我很好奇，到底肠道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，老师都会告诉我们，肠道就是你的整个消化道。但是你可以指给我看看吗？应该是这边吧。大多数人都觉得是这样，这么说也没有错。 里面有很多器官在做很多事，既然有很多事在进行，那一定很重要吧？你的肠道帮助你分解食物、吸收营养、制造能量。但是你的肠道里面还住着一大群微生物细菌，他们每天都和你在一起。那些细菌非常重要，我们把这些肠道里的细菌称为人体微生物群。在你的肠道里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组织，占你全身免疫系统的百分之七十。哇！ 听起来这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呢。没错，它们其实是一整套器官。消化道就是我们的胃、肝、胰脏，在这些器官当中，食物会直接被消化，或是我们的身体会分泌某些东西来帮忙分解那些食物。持续运作，我们才能吸收营养。